楞严经云，食肉者，所求功德，悉不成就。吃肉造杀业，招揽杀罪，是绝大部分学佛人上升净土的最大原因。吃素这一件事正是我们上升或下坠的绝大关键，大家千万不可轻忽。清朝周梦岩居士诗云，富家生一子，珍之如宝玉，物类若隐群，便作羹中肉，青叶一提丝，此心何太毒，愿将地藏经与君三复读。当今世界，人们缺乏因果观念，广造恶业，广泛的杀吃动物，这些累生累世被害动物的怨灵执着的附着在人们的身上，伺机报仇，不肯离去。由于这些怨灵充满仇恨，形成的磁场充满了破坏力，在人体中造成障碍，形成了各种当今世界无法解决的病症，如癌症、白血病、高血压、糖尿病等。由于世界范围内广泛的杀业，导致了各种顽疾大量爆发，普遍存在，难以根除。南无阿弥陀佛。